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红红。今天要玩更新后的黑莓饼干，它分数面蛮高的。然后顺便抽一下这个睡衣派对服装，那社群这应该没有变。然后公告这里比较重要就是黑莓啊、探险家，还有爆米花，还有三明治、啦啦队、妖精都有加分。然后汽水饼干那一组已经不能用了，之前那个最高分组和那个被调整过。那我们就来抽服装吧。这两件红色的、紫色，哎，这是蓝色的而已耶，我以为有很多件紫色之类的。OK， 那我们就开抽，可以抽两抽。应该是十抽哦，一开始就三个，哎，有没有脚底火焰之类的？没有火焰。也没有封建兽，应该是最好的罐子。对，还会抽到什么？紫色的，这个我有了。哦，有一个紫色，哎，哎，直接中头奖，这一期的头奖。好了，还是抽这个好了。少一个伙伴。这应该是紫色的罐子，果然是这个罐子。哟，好恶心哦！给个新的嘛。哦，妖精竟然没有给妖精的哦，有一个新的，不错不错，两抽都有新的，今天运气还可以啊。那我们来看一下抽到的那个，就这两件，狂欢睡衣跟大吃宵夜。好啦，那我们去玩奖杯赛吧。今天用这组跑，然后他的魔法糖能力祝福啦，我选所有熊熊果冻。然后如果你选所有果冻也是可以的，我觉得啦，可能分数会低一点。那我们就去蔬菜村练习。他能力跟以前还是一样，只是调分数而已。可是我觉得他这组还蛮难跑的，因为最近有那种冲刺型的啊，他都会附带磁力，就他竟然还是没有附带，所以你看这样会漏蛮多果冻的。欸，他没有什么那种技能的无敌时间，所以还蛮吃基本功的。然后他宝物袋这个什么善良熊熊啊，还有那个魔豆啊，是因为你看他整场几乎都是很多熊熊果冻样，所以带这两个准没错。可惜啊，上天堂的那个熊熊果冻不算，不然分数应该更高吧。看这冲刺这样啊，如果控制不好的话，会漏超多果冻。
给这种蓝色虫刺是那个妖狐的那个宠物狐狸猪给的那种蓝色的，会冲比较远，而且会巨大化，跟那个普通的红色虫刺不太一样。啊，这也是著名的肉果冻地点。哦，我吃的还蛮干净的嘛，我以为肉更多之类的。等一下他会给最后一瓶药水的时候，要跳起来吃，不然会吃不到这一瓶，然后再滑下去撞一下。跳起来，一定要这个位置哦，这样等一下鲨鱼才能违纪这样。啊，如果太早死的话，那瓶药水会出不来，可以回去看看。那个分数是差3000多万吧。等一下会漏一个冲刺，这也直接下去不要吃，这样才会有个坑才可以滑下去这样。这也要滑下去，然后再极限跳两下，这样就可以违纪了。如果刚黑妹没有吃那瓶药水的话，给他吃也是可以喂啦，可是分数差蛮多的。你看这样有466，很不错啦，我觉得。我刚用这组跑的时候只有371而已，这样我们还是把红蛋换掉好了，换成那个叫什么魔豆，应该是配魔豆啦。那我们来跑看看吧。希望可以更高分一点。他都用那个果冻排成手的样子。这个熊熊果冻分数占比蛮高的，如果漏一两颗可能就会改变情势啊，分数可能就不够这样。这边原本的会好像会有两条路吧，记得之前玩的时候有两条路，然后还没选择就很奇怪，所以后来就改地图了。可以三连冲刺，舒服。我觉得他宠物给的道具
还有黑妹本身给的道具有点时间有时候会不一样，觉得这样不太好，卡通点不一样分数就不一样。这个都正常跑就好，不用还要什么上去啊再下来什么最后再吃冲刺之类的。冲刺有点重叠到了，那个幽灵竟然都帮我吃掉了，好贴心哦。这关真的带幽灵熊真的太好玩了，善良的幽灵熊熊。这张图被拿去当冠军联赛的地图，难道是黑妹都要去这种恐怖的地方找探险家？这样也太可怜了吧，充满那种骨头骷髅头。那应该还有水，不然分数这样太低了。对，还有一瓶，这样应该哦，有超过，再跳一下，哦，375可以，273了有，好啦，反正到时候还会再跑更高分一点，再做成影片。那我们。去玩那个什么新的活动，然后丢枕头吧，饼干的枕头大战，我还没玩过，我玩看看。哦，还好我有玩欸，快要时间快要来不及了，要有玩一场才有奖励，应该就丢它而已吧。有点卡卡的欸，不能一直丢的感觉。他被丢到那声音也太……他好像很开心。欸，怎么变两 combo 而已？我刚刚漏丢吗？哦，10 combo 会有奖励是不是？哦，你还可以再丢一次，再一个啊，没了，命中率100%欸。这样就可以领奖励哦，这么简单。哦，还可以看故事是不是？做电影，嗯、哦，应该就这样了。来看一下奖励。哦，还有这个特别的称号。好，那今天的影片先到这边结束哦。喜欢我的影片可以按赞、订阅跟分享。
那就下次见咯，拜拜。